你有交过台湾的男朋友吗？你有没有同西西拉卡过头？我跟他呢？来了啊，雨婷，你不要生气哦，雨婷。嗯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这一集呢就是庆祝我的10万 QA。那既然都10万了，大家要吃大餐，对不对？他可以看到我的大餐。没错，今天我要去再吃好的。没有，这个就是庆祝10万。呢一集咧就系10万嘅 QA， 咁当然就唔会系就咁啊，成条片就咁啊算啦。好 hea 啊，你咁 hea 啊！今天呢10万 QA， 其实有准备了一个惊喜送给大家，真是送给喜欢我的底粉们，真的哦，只有底粉们才有。其他嗰啲龙哥嗰啲唔好意思啊，所以呢今天的10万 QA 其实我会送礼物，那送一份我觉得是很有意义的礼物啦。那问题呢就会在我边制作这份礼物的时候呢边回答大家，那你们记得要看到最后，看我有没有抽中你的问题，跟看看我会做什么给你们。好了，那我们赶快去看一下到底我要做什么。哇哇哇，丢啊 What is this?事不宜迟，究竟要搞咩咧？哇，咩事咧？呢度又系咩咧？呢度咸菜。Oh my god， 好兴奋啊！交俾你啦，大师。系啊，专属我频道滴粉们嘅 T 恤，事不宜迟，出 T 恤啦！示范一下。有咁多嘅咩？好多噶，跟住而家你就要将佢，即系你要呢条嘢成条都有啦，都沾满，嗯，跟住两只手咁样握住，哦，我知啦，跟住然之后咁样，你刮一次就好啦，跟住然之后你拎起佢，噔噔，你就会系咪咁？佢就系咁样弹出，跟住然之后咧你就要，好完美啊！佢刮得，佢刮到好靓啊！交俾你啦，师傅，师傅手徒一拜，而家到我啦，系嘛？刮前而家先嚟第一条嘅 Q&A， 请问系乜嘢？点样坚持做到落去而家嘅10万？下一步有冇咩大目标？大目标啊！其实我好想拍啲戏剧嘅嘢嘅，亦都好中意演戏。但系你话有冇长远地想拍一套电影啊？我觉得好似唔系而家可以做到嘅嘢。所以大目標就係而家我可以將我份工同埋 YouTube 都堅持到，起碼堅持到 YouTube 先。如果唔係，我10万就可能放棄咗。10万即係清空成個頻道。所以我而家就要堅持為我個目標。可以啦嘛，可以刮第一個啦嘛。好。Oh my god！ 啊，你而家有個板可以俾我睇喎，如果咁。呢個係對位。好正啊！嗱，我刮噶啦。好啦。点啊？食唔食？得唔得？得唔得？有冇啲点点啊？我使唔使刮翻上去？冇啊！攞起佢，成块板攞起佢。你咁浅嘅？你好似失败咗。我失败咗咧？系啊。你啱啱做咗啲咩啊？你咁我饮翻落去咧？冇啊！你三层，两层噶啦，残影啊！滴答的第一件失败。吓，第二件啊？咁嗰件冇噶啦，嗰件。系啊。我们只有7件，各位，我们只有7件。嚟紧有咩工作大计？系咪想做歌手啊？吓，想啊！你如果你哋唔嫌弃我唱歌难听嘅话，咁我就会成日唱多啲俾大家听。刚刚啊，失败原因呢？例如说是太小力了。用尽全力咁样刮系嘛？女人当自强呢个，我出尽我全力。3、2、1，点啊？应该可以。哦，你成功啦 ！Oh my god！ 哎，我觉得可以。看我歪到吗？好像没有，但我觉得好看哎。好看哦。对啊。事不宜迟啊！来，下一件哦。下一件。你持续 YouTube 的动力是什么？持续动力当然就是底粉们啦。
我觉得是有成就感的。其实也是真的是多人喜欢你那部片的时候，我们当然就是最有动力想要做下一部片。然后你知道现在 YouTube 这么不推荐一些创作者的影片已经是很难生存了，所以呢每一次如果看到那个作品，哎，很多人爱，然后很多人留言给我，那都是我动力之一。如果我相信很多人会放弃也是因为那个点击率一直很低很低很低，明明自己很用心去做可是一直起不来，那你一定是很容易丧失那个动力。但是很谢谢大家继续对我的支持，所以我现在才能到10万，然后达到这个10万也是让我继续有动力再往上继续走的。感谢阿弥达，你今日很唔会衰嘅。好，嚟啦。来洗手吧，有布啦，你擦一下。小心衣服哦。后会在香港开音乐会吗？想看啊！哇，咁俾面！我冇呢个信心喎，多唔多香港嘅观众？多唔多香港嘅观众支持我噶？香港嘅迪粉喺下面留言俾我啊！冇错，佢啱先讲到个重点咧，就系咧，我最近会开个音乐会，就系喺4月29号，门票就系公馆河岸留言可以买到，或现场来买。就在公馆有一个音乐会，大家请来支持，到时候见喂。你想买？好，而家咧先有第三件嘅各位，用力啲啊，力打！啊，我觉得应该会成功嘅。好，我相信你。来，可以吗？哎呦，有点钱。自己还是可以啦。这次算及格吧？你们看第一件。什么时候香港？只要咧一通关之后咧，我就会翻去啦。因为其实我都未试过咁耐冇翻香港，我隔咗年几啦已经。跟住只要一通关，我就翻去睇屋企人，去同我啲 friend 出街。啊，想快啲翻去睇屋企人系真嘅，系咯，嚟啦吓！啊，可以啦吧？我觉得可以，真厉害！哇！深啊呢個，夠深啊，好似第二件咁啊。係 OK 嘅 ，OK 嘅。好啦，呢條我覺得好有趣嘅就係你第一時間翻嚟香港，你會想食咩？淡仔、雞肉、豬潤、三小重慶酸辣，唔該。我越嚟越呢個得心應手噶啦，各位。好啊。得唔得啊？你估下。哇 ！OK 嗎？咁啊，未到100分，但係呢個位咯，應該係唔夠。嗱，呢個係深嘅，呢個淺嘅，係咪？手工嘅嘢你知啦。想知道你每一天的行程是怎麼樣的？每一天在做什麼？因為你有在上班，你怎麼樣安排的時間？拍片那些 support 你。啊，平常真的是上班時間，然後是2到6是我上班時間，然後我就是放日一，放假的時候呢，我都會去拍片。然后跟安排可能其他的有没有一些工作要去拍，然后平常下班的话可能就会约人，有些时候就是约朋友，也有一些是约公事。嗯，如果有工作的话可能也会排在下班后，那如果没有事情可以回家的话大概也是7点多，那就很开心。现在安慰，现在安慰，有人嘅其实，最后两件啦，你得嘅你，加油啊！我有噶，我有力噶，我有力噶。好啦，我相信你。啊？咩嚟噶？呢个咩嚟噶？我怀疑我上面封嘅嗰一叠滴嘢老啦。喂，有啊，呢度啊。喂，你签翻佢啊！恭喜你10万订阅的，你的音乐会就是。你音乐会的时候可以拍 vlog 吗？我在马来西亚去不了台湾。嘿，好像很多人都有叫我拍，然后我应该是会的，只是因为到时候人手真的很不足，就我希望到最后真的是有足够的素材剪。谢谢大家的留言提醒我，记得要拍，我真的会把我练习的时候啊，
然后还有鲤鱼帮我们拍照的时候啊，跟到时候表演的时候啊，都做一个记录。我相信对我来讲会很震撼，也希望可以送给你们。多谢提醒我啊，恭喜发财！系个海报啊，鲤鱼整噶，件衫又系佢设计嘅。你有交过台湾的男朋友吗？嗯，当然有啊。什么？大一的时候。不要讲了，讲太多了。OK。哎，静静嘅逻辑。台湾男生很温柔细心的。OK, last one。嗯，如果 last one 的话，应该是只有一件是很失败的，其他是真的很不错。你问多条。系。你会很好奇啊吧？你讲。你有冇同 CC 拉拍过拖？Oh my god！ 我想你而家问啫，如果刮到一半，问我只手软啊。我先说说哈，我跟他呢。雨婷，你不要生气啊！雨婷，大一的时候到大四吧，到现在我们还是有见面什么的、啊，然后我们从来都没有喜欢过对方 ，never， 因为我们是那种喂点啊，喂拍好啲片啊，大佬啊，个道具咧个道具咧叫你借噶。你剧本写到咁，我点拍啊？你知道我们每一次都这样吵架噶，在以往，而且真的有人误会过我跟西西啊。那时候我跟西西也是觉得很好笑，但是我跟他真的是那种懒兄懒弟啊，真的是超级超级好的妈吉，从大一到现在，要恭喜你结婚啦！到我啊，接着，好，可以，好来 ，Oh my god， 哇，点啊？应该得嘅，啊好靓啊好靓啊，哦，点啊点啊点啊，嗬，靓，系啦，靓爆镜，哦，其实我觉得最失败真系第一件，不如好似你咁话斋救救佢啦，度一度位再试多次。为什么你的 YouTube 名字是 Dida TikTok？ 哦，哇，我这个真的是要好好讲，因为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呢，其实他是我跟我一个很好的朋友，在高中的时候，我们组了一个搞笑团体，然后在班上一直在那边过来呀、啊、之类的，反正就是做一些搞笑的影片，可以播一点点给你们看。Wolves, yes.之后呢，我们想说，那我们团体名字叫什么咁啊？天天谂谂下就系，不如叫滴答。点解咧？时钟的声音就是滴答滴答，然后呢，就好像我们陪我们的观众过每一分每一秒。然后那时候就有一首歌 ，Tinkle in the clock in the morning in the night。然后我想说，哎，咁英文咪可以叫 TikTok 咯。没想到几年后，有一个平台改了我一样的名字。然后呢，他就很红那个平台，然后直接大家都以为我在玩 TikTok， 可是其实我没有。然后就很多人误会，叫咩滴答啊，咩 TikTok 啊咁样。喂，佢塌咗我名先喎，这就是叫滴答的原因啦。希望有看十万的朋友们就大概知道我这个名字怎么来喽。好，呢、这个 OK。来，到底滴答能不能成功救回 DJ？ 成败的时候。三。累了，有冇啊？还是摆咗嘅系。Oh no！ 好啦，有冇人想要呢个 double 嘅事不宜迟啊？阴影版的事不宜迟。可以啦，可以啦。可以啦。艺术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手工的嘛，手工梗系有啲甩漏噶啦。最后一个步骤就系将佢吹干，咁啊搞掂啦我啲衫。
但佢歪咗。咁樣。耶！我們的四不一起的 T 恤搞掂啦。好靚啊！歪咗啊，唔好意思啊。系咯，啊手工噶嘛，你看得出来手工啦，吓美美地嘅。那我们今晚是做了七件嘛，啊一件鲤鱼，一件我，还有一件 Mocha， 那还有四件呢，就可以送给我的底粉们。抽奖的方法呢，就是在这部片下面留言告诉我，滴答这个频道为什么会吸引你看下去呢？得奖者会在下周三4月21号公布哦。另外，想马上购买四不一起 T 恤的朋友们，可以在下面预购链接购买哦。四不一起，赶快穿起来！因为这次预购完之后，搞不好我不知道。也要看反应怎么样嘛，然后再看看会不会开第二次的预购，但目前是没有，就只有先第一团，所以有兴趣跟我一起四不一起的朋友，那一起来买这件衣服吧。那放心，不再会是我弄的，因为你知道没就弄。那我们就会给啊鲤鱼的厂商，对那边会去印，所以呢品质一定比我好，放心。那这四件纯手工的就送给啊四位幸运儿喽。那我很开心，真的10万到了，谢谢你们，感谢一路陪我走过来的粉丝们。然后接着的，不管是多少万也好，希望你们都会再跟我一起走下去。I love you， 很多很多的话，之后再跟你们讲吧。在这里讲的话，条友望住我都唔系咁讲得出嚟，好肉麻啲嘢都系。那十万的 Q&A 这部影片就在这边咯。没有抽中回答你们问题的朋友，也不要失望，在之后的15万再见咯。那如果喜欢这部影片的话，记得按赞、订阅，记得要开小铃铛哦。然后还有追踪我的 FB 跟 IG， 下一集见吧，拜拜。喂，赶快买啊！你看还不错哦，四不一起啊。